多谢师兄，不过这件事情能不能先别让阿英知道？此事对他过于重要，我怕一旦落空，他心里会接受不了。放心吧，小师弟，小阿英的事也是我们的事，师兄不会空手而归的。多谢师兄。 把这鲜果吃了，补充点仙力。你不用板着脸，我没事的。先别说话。今天时间格外的长，伤不到根本的，每次就一点点。你每一次疗伤都会损伤几分仙力，如此半年。 就算不伤及根本，也会大损修为的。我也不想阿英这样损耗，不如我们闭嘴。其实我想说的是，狐族妖丹特殊，属基因之火，寻常天才地宝都没效果。据我所知，只有阴火阳冰才有奇效，但这宝贝可遇不可求。 若能找到一片，也就不必再损耗阿英了。有内功夫找阴火阳冰，我都把你给治好了。而且再说了，我真的没事，你看，休息一会儿，现在很好。